Yo， 大家好，我是杜伦，今天会开箱 Twice University 的周边，包括有 Random Trading Card、Sticker 和紫鱼的 University Kits。 好，即刻开始 Go。 首先会开了 Random 小卡先，是一张特别卡，紫鱼的 special card， Sana。 紫鱼仍然 Mina， 第二包定義紫魚，呜，多兒，彩英，之後好，就係呢幾張啦。淨係買咗兩包啫，不過都中了三張紫魚，一張沙拉，耶！不過一張大連和毛毛都沒有。好，現在就開了碟子，全部都是 Make in Korea。哇，真的是貼紙來的，看看看看超靚 Focus 超靚，好像在貼紙機上印出來一樣。好，現在會開箱 University Kids 紫魚。會有三樣嘢，首先呢個係嗰個相，嗰個相，學生相，居然就會是學生證 Twice University， 好想入。開出來看看，真的學生證，他的簽名呢，就是，但又不同平時，他在 Fan Sign 簽和簽名，他簽回他的韓文名。然後這個應該是類似箭的物體，
如果喜歡看 Twice University 的開箱，還有上一條片紫魚設計的帽。好，今天的條片就來到這裡了，如果喜歡的話就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還有記住訂閱我這個 Channel， 會有更多 Twice 的開箱。下星期一就會有紫魚的 Yes I'm Joey Photobook， 千萬不要錯過。咁下條片再見，拜拜。